饿死了，看看爷爷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都是我喜欢的。你干什么竟敢偷吃？这是我做给我大孙子吃的，你不许吃。现在赶紧去公园把你弟弟给叫回家来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可真是个偏心的爷爷。你在我背后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竟敢说我偏心，我看你是皮又痒了。啊啊，爷爷你都听到了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？看我不揍你。快跑，别揍我。幸好我知道阁楼上有个逃离跑酷爷爷，你可追不上我。告诉你个坏消息，这个跑酷就是爷爷建造的，所以他可以用五次喷气背包。听到了吧，看你往哪里跑。那系统我可以用几次喷气背包呢？看你今天挺可怜的，都没人喜欢你，你的喷气背包次数就让小伙伴们决定吧，他们说几次就是几次。现在的时间都中午了，估计小伙伴们都睡午觉了吧，要是没人看到我的视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那小伙伴们，我到底可以用几次喷气背包呢？下面我们回归今天的话题，就是说你们玩音效都多久了呢？我是第三年哦，如果你也是音效老玩家，我们就做一天的好朋友怎么样呢？恭喜逃离成功，